这是什么？却被陈宇井下溺死，平复他们心中的嫉妒，维护村子的忠贞节力。怨念驱使我以另一种形式存在，是非颠倒，黑白混乱。我记得他们每一个欺辱、辩驳、再造、污蔑是非之人的嘴脸，他们所有人浩劫过后，陆云川与幸存者安葬了楚氏母子及一众村人，之后继续启程。